主播这一个梦想就像是我黑暗中的一片曙光，它承载着我的泪水、汗水和努力。我并没有刻骨铭心的经历或故事，从我懂事以来，我曾经想成为舞蹈家、作家、演奏家，最后我选择了成为一位主播。我是 BJ165 陈慧慈。进入主播新时代十强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梦。作为十强参赛者当中年纪最小的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。在这追梦的道路上，我需要你的支持。你手中的每一票就像是我逐梦的一块砖头，搭建我梦想城堡的砖头。你是否愿意伸出援手，成为我梦想城堡的工程师呢？从6月1日至10日，你就可以开始为我投票。你只需要登入 www.bjsearch.my， 进入成为会员后，在我的照片的右下角点击 Vote 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还有第二个方式，就是 SMS 投选。你只需要输入大字母 VOTE 空格 VJ 空格。BJ165 发送至36266就可以了，而每一封的 SMS 只收费0.0。